薄荷翻江燕峰于去年2月惊喜宣布婚讯，并于8月开心迎来宝贝女儿。时常会在社群上分享育儿日常的他们。近日，果果吴玉瑾透露，9个月大的女儿听力受损，果果也发出长文抒发这段时间的心情。她表示，几个月来奔波，在医院里的等待、检查跟回诊，情绪也从震惊、害怕、无助，一直到勇敢面对。毕竟我们的心态必须比谁都正向，才能比她更勇敢，并喊话女儿，未来爸妈都会陪着你一起努力。随后，老公也转发贴文表示，爸爸妈妈在，你是我们最爱的宝贝。许多网友看完小果酱可爱的模样，还有带着助听器的近照，纷纷心疼留言，但更多人是佩服为人父母他们强大的心理状态。